有话快说，提高警觉。你好，下一杯我请。活着的时候也是人民的英雄，为了他们也付出了最大的牺牲，这一天你在黑暗中重生，死亡的力量会越来越强，苏醒吧，成为我的勇士。还有很多事要办。呀！你跟我一样，内心一片空无。你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了。危急的时刻需要崭新的盟友，你来自强大的种族，想必能为暗刃骑士团一展长才。看来巫妖王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，黑暗的威胁越来越大，我们必须巩固势力才有机会抵抗。没时间客套了，拿起你的刀证明你的勇气，征服眼前的黑暗，让黑暗臣服于你。这世界有许多人会害怕你，他们会辱骂你，但是他们不明白自己需要你。死亡骑士，前进吧，夺回自己的命运。在所有试炼中都要记住，苦难与我们同在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件事情只能交给完全信任的人去办。部落想要赢，就需要盟友。那个小鬼国王手上有不属于他的东西，我要拿回来。你们得潜入暴风城，救出一位政治犯，这个人会让局势对我们比较有利。想接下这个任务吗？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女王。很好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。
你好啊。嘿，老兄。很好，都到齐了。有话就说。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瓶药水，现在先不要喝。想不想我呀？来吧，部落的勇士，快说，跟我一起去见父王。祖伟，我们晚点再谈。希望国王萨满总是在看到你之前，先看到你的敌人。我们永不止息。驾驭你的仇恨，好好利用它。现在要说再见还是你好啊？我搞不清楚了。就像我们又初次见面一样。